我们要不出去走走？走啊，走啊。走呗。薛老师啊，没事，你要出去走走吗 ？Right now， 可以啊。薛老师跟秋怡单独待一起，怎么能破坏他们呢？走吧。走吗？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加入一下的。走吧，走吧，一块去吧，走。不够了。哎，怎么没带个球下来呢？打篮球？打不打？忘记了。算了，这个我在下面都没有走过，就我完全没有下来走过。都是爬的。要么就是下来打篮球。你们要不要去骑车？骑车上凉快点。对啊，走吧，我们去骑车。我不骑，我裙子骑不了。啊，对，他裙子。那走吧，那你们骑吧，我陪他走。那走吧。那我们去骑了。试一下，我都没骑过。你们去哪儿，周老师？他说要去看一眼上次。OK。你们去吧。对。你们从前面绕一圈就回去。好。一会儿见，晚点见。拜拜。要下雨了，闪电。哎，还真是。怪不得这么冷。我今天我还以为你没醒呢，因为我本来想着，我说就是我说8:50要出门嘛。嗯。我就觉得你差不多应该8:50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就差5分钟。下次我就直接咣咣砸你们。我反正是见了蛋。哎，你先上，你也没见蛋。你要是见了蛋，我就知道你先走，是吧？是这个理吧？是。啊。怪不得今天回来又不想理我。啊？你感觉到了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是一个感受力非常强的人。当然，必须的嘛。你明天是几点起？明天可以稍微晚一丢丢。几点？半起吧。起是吧？几点出现在楼上？10点。不可能，我没有那么久。那几点？最晚9:30，就一个小时。如果早上起来要敷面膜的话。9:30出现在楼上是吧？嗯哼。行，那我明天9:30我出现在楼上。没出现怎么办？如果要是就是……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没蛋了家里。没。因为我今天早上煎了5个，然后后来一个都没了。后来好像全被救了用。没事啊，有别的吗？明天给你这个，我明天自己去研究一下，看看怎么下面呀、啊、什么的，整个清汤面。我想说5个鸡蛋可能不太够你吃，然后我一口鸡蛋都没有吃。啊，一口都没吃？我没有吃，我就全部鸡蛋我就放在那儿。我是吃的昨天的剩的3个鸡蛋。真的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事，理解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是谁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贝尔和甘烈。对，然后我就回来了，会了吧？我弹左手，你不能错啊，然后你也不能断。那我断了会怎样？断了也不会怎么样，断了就让你慢一点。米糟西刀，慢一点。这个很像我的发挥。真的。速的经过一下。
没有人曾经听过，没有人交个会。嗨，有一位路人经过。我会。好，学。大师，你别想。挺聪明啊。发展呢？挺凉快啊。Hello。阿罗哈，六老师弹唱一首。不弹，弹唱一下。正好你俩一个弹一个唱，我俩上去凉快会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嘿嘿，这个小卖部还能不能拿东西吗？可以呀、啊。给你一罐草莓味的 Real 微醺。哼。干什么？所以你们在那儿说了什么？我们今天有非常深度的交流。就是讨论了一些非常厉害的话题，看来你们是没有聊什么，聊人生观、事业观、价值观。你问张根源去，我就感觉我错过了很多。就是我们，而且还每个人轮流的说。那你说了啥？我说了啥？我说了我的一些，我们的这个什么嘛，一些。心动的感悟，这个不能讲出来，因为讲出来的话就感受不到了，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，对吧？你看六，我昨天直接给他讲，他直接对这个毫无兴趣了，已经。哎，我算了，跟踪组合。我跟你讲，你救了他，赶紧走。赶紧走。算了，跟踪组合，不要走。很舒服呀。好了，都告诉你了。就这，该上楼了。告诉你已经够多的了，你不能听那么多。你是小孩子，小孩子要早点休息，该回家睡觉觉，快点睡觉觉。今年琴也教你了，你看对吧？然后题这个话题也告诉你，你是你看你多幸运，够幸运吗？你为什么要给我点小幸运？因为觉得你声音好听。啊，我也觉得啊。看什么呢？万一看回忆。我也去找一个瞅瞅。我拍多少张了？现在不知道。这好像是第二天早上住进来的。我的头发已经从这么短已经变成现在这么长了。你干嘛按我美丽的脸？好，不要遮住，一不小心就按在你的小巧的脸上。我找第一张合影，第一张，你看记不住了吧？来，让我给你找找，我记着呢，找找啊，看在哪儿。啊，第一张，是哪张？哪张？也挺有艺术的。哟，喝什么呢？不是我，是我抓到了吧？我好精品，那你把右眼都放这里。对啊，早上起来吃的。是这个，这是止痒的，还有这个，还有
这啥呀？做出来这么好看呢、啊、是吧？这个做出来这么好看、啊、这小狗是你最喜欢的？是啊，这比我想象的好看多了。给我拍吧。放你那儿，放我那儿。那先放你那儿吧，我要是想我的狗子看吧。哎，不是说两个礼拜吗？加急了呗。可以，不错。嗯，好看。还有那个，我看了，就是那个鞋嘛。哦，然后我找不到我那双。嗯，好像被收起来了，但是我一直放楼上。我刚才就是想下楼来找的，我找了下去。我找到了。我这鞋不穿了，我够劲。来，走吧。我穿的真挺好看。就是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真挺好看。好，谢谢。没事，我这人就爱讲实话。嗯。我觉得因为你见过你爸爸真人，所以就我觉得就是见两个真人的时候你会感觉更明显。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。不是我。这不是你的。我姐姐。啊，那你呢？对不起。你觉得我跟爸爸像还是跟妈妈像？跟你妈妈比较像。我跟爸爸很像吗？哦，眼睛比较像。对啊。但我觉得下面脸型像吧，对，我觉得这边比较像。嗯，然后五官像我爸。嗯，是吧？对，你爸也挺好的。对。说九点半吧，提前五分钟，你算你喂猫了。是的。几点出门今天？我可能快出门，我没有找到吃的。啊？我可能需要进城去觅食。坐，你着急吗？不着急，就坐点。你要坐？没有蛋呢。没有啊，做点别的呗。做啥？我煮面吧。哎呦妈呀！你要煮面？啊。煮个意面。那我干啥？干啥你就等着吧。好多人穿绿色，秋秋也穿绿色。
是为了绿色吗？我觉得我的绿比较好看一点。嗯，是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就反正就小吃一些吧。还是能吃，活着就好。能吃就好。